先好你哦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草根菩提》。不管是透风还是落雨，我今天的主角和暖世界，每天都会去环保站报道。而且让人最心酸的是，苏姐不是自己一个人去，她的先生都会载她去环保站，来回这样走，算算的一天就要走八站，实在是很不简单。是怎样人家没两个人会这么黏条条呢？我们现在就赶紧来看今天的故事。每一天一点半，和暖世界准时来到环保站报道。伊家家的报纸，一时啊都贴甲好好。我到远远听到阿公的摩托车骑来，表示已经在一点要休到啊。下晡两点，两个人的小仔过来做。隔壁阿嬷看到阿公站在环保站门口在等待，就知道要紧快快的四点半要来回了。这么多年来，自从开始做环保，每一天的时间表都是这样。以前的人在做事艰苦，我们住在山上，在山上都八条，都没平路的了。那像落雨天哦，那路骨溜溜的，这走都足足歹走的，搭六脚厝的倒的。唔记得这在这山顶。无法度啊，环境逼着啊，迄阵拢无通用哦。查甫仔出去，左人嘛是着爱出去。迄阵生囡仔生，滚来啊，他只爱一个囡仔，要回来着，搁担担头啊，搁捧迄个囡仔呢。总啊，做左人那足辛苦呢。哦，啊，较早。较早想着讲，安尼住踮咧山顶安尼无西有呢，迄真个少年啊，无人要安尼啦。嘿，做事咯，哦，做事，我讲你了，
你不可能。三十岁哦，手也光着，啊，怎啊都袂行，伊就拢怎啊无咧做哪啦，点存都无法当煮。较早拢有迄迄松平园啊，啊，即马有迄骨头，有迄用铁皮安尼载，平啊一层油啊。啊！伊个进球搞用火甲烧啦，迄头后，啊，阮第三个，迄层甲乌一层油啊，后壁剩一条金条，像只条尔，甲骨内从迄条骨底一条筋，一条筋让我动伊，手啊让我摸落，下骹个人要走走袂离啊，怎个叫？叫工的，就七四分好尔，这托客家种只只完，客家劈规做乌哩哩，啊只冻，规身啊拢有啊。迄细命有哪捡到呀？迄阵啊。和阮师姐几个人直接叫手啊压落地，当时的医疗无发达，刀卡无接好，虽然过会当行路，啊，毋过行起来一摆一摆，无法度搬动，连骑脚踏车毛困难。爱日爱要规个月呢，脚拢规起肿，甲规起直隆隆，拢袂拗翘吼。啊，去光山遮翘翘袂使，啊，搁落去屏东站关路遐吼，啊哦翘来，啊再搁掉啊掉哩吼，堪要壁尾也要选起哩。迄阵子咱足硬斗啦，迄阵子偌艰苦呢。啊，真啊，啊结果有哪无好啦，都有哪有哪冤家袂行啊。伊这若无破落，像笑的高脚若无破落，扣落用无法度啊。拜袂行，就拢遐坐袂行，啊！只豆豆来，豆豆来，豆个手会动，动个安尼手会动，就加减啊样，饮茶啦，啊，共囡仔洗衫啦，用东用西安尼样，嘛是都爱做呢。无人一大群得要食，嘛是无法度呢。就安尼辛苦来，一路就安尼足辛苦的就对啦，拢无看我啦。你看这个，这要搁煮，这切看这个，得搁切甲你敢知影？这得搁切甲细好个嘿。嘿，就这样。好，无啊，人要给你买哦。这活了班的呢，活了班的固定，伊要卖呢，伊要爱呢。爱有四，算有四张呢。啊，人要煮人啊，摕起来就处理，摕起来就处理，人唔免遐费气，加足紧啦。伊都要四张，啊！较早吼，较早安得只，较早阮得只时也捌两张，遐两张拢住迄落，去住迄螺丝个啦，人托出迄螺丝个拢两张尔啦。啊，即个即要住别个拢四张啦。啊，即伊固定伫甲安贴啊，拢大细拢伫甲安贴啊吼，我拢袂讲算讲介许个，我拢袂介说伊拢机器拢一直贴。记好个呢，伊把它做啊，长了伊是
但是常常要来买呢。你一半就是，贵做，你嘛一半，你拢一半。啊，这一半也袂使，一半袂使共煮落去，嘛拢无爱。袂用甲偷煮去袂？袂使，安这吼买袂公道，袂使。防爱防哦，互人用酒，互人信用酒。嘛袂爱饲只脚安尼嘛有啊，哎呀，好啊，再闻到这个，迄落环保通去做安尼啊，伊咧饲吼，脚手上咩，我煮无，我煮个我煮无，我这脚粗鲁吼，啊煮袂啊。安手会做，啊脚袂行，手会做。啊，看到迄落人，大家拢在做组织吼，俺就想讲，阮迄县组囝讲，就阮来工山迄中山堂遐来遐做志工课啦。阮就去遐上个志工课，讲到我含伊去，我就那含伊去上志工课上了吼。讲来做志工安尼啦，啊，阮真啊好，安尼做志工好啊，啊，从啊来做啦，做哩吼，嗯，啊，佫袂歹，啊，真啊伫做，伫欢喜心，伫做欢喜心，啊，就开始伫做到暂时安尼样。你啊，以前较去想，较会念。哦，较早嘛，都我念嘛念，伊是念是念阮爸呢，念阮爸，阮爸是较，阮爸较，真个较。较故意啊，较迄落安尼吼，哎，拢哪会看到人，伊也无介意着念。啊，这上面是啥？哎，嘛是好个，嘛是遐啊，白啊，浅色啊。哦，这脚脚只白白啊，较好啊。我平时去了就是遐白嘞，遐黑衫是白衫啊。我较谨慎啊，我袂爱慢慢啊，你住我也袂慢啊，你食也袂慢啊。哈哈哈！啊，袂讲啊。无来一天啊，一半雨啊，无来就啊足奇怪啊，就感觉无来就安尼怪安尼啊。即摆来就种啊，来做就愈做，感觉像个做甲愈欢喜心。哈哈。你大块地当地，大块这块地啊。这块地。伊足有体贴啦，啊无像我讲这安尼，规身躯袂顶袂当啊，人较要垫你迄个，对唔对咧？较早人啊，伊若较防守，伊就看你无够重，唔爱垫你安尼。
阿公拢卖啦。我较赤啦，阿公卖啦，阿公较故意啦。我是讲安尼讲硬尔，我心内嘛是足疼呢。我做人较歹啦，有影啦。嘿，我有家己检讨你啦，有啦，我有较歹人啦。啊，我是歹歹有理啦，我巧巧有事啦，我唔是恶白歹啦，对唔对咧？真啊足好个啦，伊袂安怎啦，伊袂啦。古早个啊吼，古早拢无做迄楼梯，我做这呢，家用这呢，你用啊，这几啊十年前啊，拢无用啊，好好用啊呢，哇，伊拢离开，啊，这有较少吼，拄我衫裤揢偌济裤，揢偌济出去呢，你敢知影？这大汉个囥伫遮，啊，第二个无细汉仔个，含因某个拢伫迄边住。来，你看来，都感冒起因的来哟。医生伊讲，迄感染着吼，讲已经拢吐伫腹内入去啊啦。这细胞饲只，我嘛食一粒去啊啦，啊拢对头壳起啊啦，啊像中风安尼啊啦，讲拢做一去了了后拢袂使啊啦，像我着安尼啊。拢无法度医啊，哦，真诶无法度呢。讲迄落讲要用长个安尼啦吼，因脚都拢行未去啊，因着规身躯脚都拢行未去啊。讲管先等下开门安尼啦，阮从啊长个安尼哦，从啊安尼就透尾啊，无法度医哦。安慰拢会先会安慰啦，安家己心嘛是想未开啊，嘛会艰苦啊。伊是要甲咱安慰尔，啊，都当时都拢会想，当时都拢在想就对啦。那伫遐开，看到伊啊，就在想，在食饭啊，在想，在往哪，在想，在困啊，在想嘛，拢会想到啊，拢常常也会想啊。靠，讲袂想，家己个囝，靠讲袂想呢，艰苦啦。啊！伊都伊个寿命就是安尼尔，咱着想较长个，伊个寿命都安尼尔，无免怎呢？命啦，反正讲命啦，我哪无法度。去啦，迄拢无去，迄看不长，来尿滚啦。迄个囡仔安尼，咱较做会落手嘞。阿爸慢慢想，到几冬我啦，冬我啊，我都一段时间无去啦，啊，到尾啊，才搁去做安尼啦。像这嘛拢回收啊，这嘛是穿的，这嘛是迄落啊，嘛是一种回收来啊。啊，恁家己刻，咱就家己落刻一领，啊，甲落一包落，落来去功德箱嘛。安尼嘛是真好啊。侬讲啊，哈，这嘛总会当。诶，啊，这嘛是会当义卖啊，这嘛阁真好诶，对啊。修复啊！我来做这代，用啊讲去修复。阿弥陀佛了。
伊就是有哪足，像人讲足，常常拢会流目屎啦。啊，阮这就拢升着伊，升着迄，升着迄，嘛是，什么代志拢出来感动啊，会流目屎啦。啊，迄落烦恼啊，流目屎，就是有哪像安尼。我较袂像人讲，遐会讲话的人啊，我拢会讲，妈你啊，若要请安尼，迄落对不对吼？咱是不是若伫烦恼啥物拢会请流目屎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请流目屎，啊，你流到尾啊，目睭无看到，啊，看啥物人要甲你砍？安尼伊就唔敢，是不是啊？啊无，伊拢吼，啊无，伊本地拢就是拢，啊若想着就好，想着就好，是不是安尼？吼，啊咱就用安尼吼，伊就较比较不会。你今早就来啊？我下早就拢算吧。未看你坐久呢。伊迄有过有手术过吼，珍珠啊吼，较袂堪即坐，较袂堪即按。啊，就是有出即个师兄师姐伫陪伴啊，哎呀，伊就家己就感觉也是我着爱出，吼，安尼较会迄落啊，无你从内底，然后会安尼常常想，就会安尼啊。啊，即摆渐渐吼，就较袂。就去甲想嘛，哎呀，即拢安尼啦，哎呀，你怎啊甲想，迄嘛无路用啊，哎呀，也是做较要紧啊，哈哈哈哈哈。奶牛，天哪，你打车啊你？啊，都安尼辛苦来啦，安尼辛苦来，那一帮都。囡仔拢请了啊，囡仔请了啊，都过一关过一关的啦。啊，都这查囡拢大家足友好啊，这查囡囡婿大家拢足友好啊。叫阿祖爱护咱的环境，安尼嘛是子孙的福气哦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师傅够牛的呢，师傅安尼创个这个迄落安尼，对予俺遮迄落遮闽南的做足好啦。啊，无你看，逐个人要安怎？一本事偌济呢？啊！你人输来，咱想安尼来分为分，一项一项安分好，分嘞。啊，一项也会使，迄项会使，安着捡起。啊，袂使做本事，安尼无着较无活吼，本事无着较无活吼。做安尼师傅，我讲师傅真啊，一支个师傅真啊有够牛的啦。